好得意嘅，佢系成套戏个配乐咧，又系跟住我哋主题曲嗰一啲嘅曲啊，嗰啲音嚟去做翻嘅。系系啊，即系唔系一啲好 independent 嘅一啲零碎 acapella，反而系跟住我哋而家嗰只哪句长攀不上嘅 chorus， 又或者中间嗰啲咁嘅 verse 嘅位嚟去延伸出嚟嘅嗰啲配乐。咁呢首歌咧就系两位主唱啦，咁其实主要唱就系小肥嘅，咁啊 Jerry 都一齐有份参与，佢有独唱版嘅，自己都有咁。你两个系咪两个都有独唱版噶？我因为我嗰个合唱版已经好独唱版，所以我唔使额外做个独唱版出嚟。有个一份完整嘅歌词里面，可能有一句唱，佢有几个选择，一系唱呢句，一唱句。啊，导演你想我唱边句啊？因为呢个你想我哋表达咩思想？咁佢就要我哋一起去商量嘅。即系录音，可能佢都有意见。系啊，佢觉得你觉得边句贴切啲？我哋都一起拣。录音绝对有意见啊！佢直头喺度听埋个录音噶。因为佢系要配合翻成套戏个情感。基本上小肥声演紧嘅咧就系林德信嗰个角色，而我就系声演紧佢老婆啦，就系阿韦斯亚嘅角色。系啊，咁所以即系导演就一定要将翻佢电影入边嘅所有嘅 emotions 同埋嗰啲 ideas 就要挤。翻入只歌入，就要形容俾佢听咯，因为我哋未睇套戏咁样，所以就要去靠佢点样形容俾我哋听。冇错，要表达啲咩？系啊，嗱，我独唱版咧好得意嘅，到而家咧其实咧都仲未去到 final version 嘅。哦，系啦，我个独唱版本身咧就系谂住话，咦，会唔会就系将呢一个合唱版？是即是升了 key 咁样当是女仔唱就算咧咁样，但是最后我哋嘅沟通就是想可能再特别啲，即系再可能是比较我嘅 style 啲嘅歌，可能会将佢直头成只歌嘅 feel 转咗都未定。咁样，即系想象林德信变咗女人嘅，可能变咗中版歌，唔系即系变翻一首流行曲咯。咁因为而家听呢首歌咧都几 musical 噶，我觉得都唔似一般嘅广东流行曲，都系系啊系啊，嗰个编曲啊或者嗰个手法都，所以。对于两位来讲，是不是都是新玩法、新尝试呢？对于我来讲是。小肥不是啦我有试过一些类似 musical 的东西，但是我想。你有你今年才做了。是咯，林子祥嘛，系啦，系喎，仲要做内子祥，系，佢已唔记得咗。嗰个演绎系突破嘅、新鲜嘅啲嘢，即系咁，即系呢一种咁样。好 energy 咩呢种感覺？唔系呢个因为需要你知你知 musical 嘅嘢表达出嚟都要需要好强劲。系啊，即系唱 live 同录音又可能又唔同噶嘛。系啊，即系录音可能要收翻少少，唔可以太过夸张。即系纵使你系嗰个感情要表达好可能比较深情少少，但系你都要好强 energy。你知唔知佢喺入边咧系傻噶？因为咧佢本身咧谂住只歌咧系低八度唱嘅，即系我哋系听个 demo 嗰阵时。照正常应该唔系，我以为好舒服嘅。照正常系低八度唱嘅男仔，但系一去到。导演话要高八度唱咯，哇哦！